大家好啊！好耐冇录video 俾同大家见面啦，好耐冇录 video 啦。咁今日有新嘅webcam 啦，又起年啦，上高我 install 咗只open broadcaster 啦，呢只 open broadcaster software， 咁就试下佢有几好用啦。依家我系用紧一部 Linux 嘅机嚟录呢个 video 嘅。咁今日想讲咩呢？今日就想讲下一只好旧、年纪好大嘅模型。OK， 咁之前呢，我都同大家分享过，我去 Warehouse Sales 买咗只扎古啦。呢对扎古啊，将近10岁噶啦，到明年。跟住后来我买咗只伊华啦。呢只伊娃就依家計起嚟就20歲啦，係咪？咁點知原來咧，我哋仲有一啲，我仲有一隻，應該依家知道嘅兩隻更加古老嘅更加古老嘅模型嘅。咁我俾大家睇下，嗱，唔 知大家睇冇啊？睇到吗？日期1990年呢只系SD 争过院风林火山篇嘅武者风雷柱，即系风啦，第一只。咁呢只都系睇到冇？1990年明年疾病，咁即系林啦，风林火山嘅林。呢两只嘢都有20年历史啦，26岁啊，应该讲佢哋已经26岁。我问我个 team 嘅，啲僆仔佢哋后生过去，即系话呢两只嘢咧，老过佢哋嘅。咁我老婆就问：26岁嘅模型啊，会唔会变脆啊？嗰啲 plastic 会唔会变脆啊？咁咁啱，呢只風林火山呢只林咧，其實我之前已經買咗一隻嘅喺度。咁當年咧，近啲睇到當年咧細個嘅時候咧唔識咧，咁買咗之後咧就隨隨便便咧用嗰啲剩低嘅漆啊，所以你可以睇到好差嘅，睇到好差依。好差咧，呢七 so 可以睇下等佢 focus 先so 不过咧，我想讲嘅系，虽然咁多年咗啊，20几年咗，但系其实头都掹过咗，其实佢个 plastic 都仲好坚固下噶，你可以睇到唔会系嗰种好似。考就断，喺我稍微用力都好坚固下嘅，你可以睇到，我稍微用力咬佢，佢都唔晓有事发生。所以其实呢个就系、你俾扮呆赚钱，同埋唔俾扮呆买翻版货嘅分别。不过我想讲，始终咧系想讲嘅系，虽然26岁咗，但系个。佢嘅 plastic 咧，仍然係好堅固，好冚，你唔會 feel 到嗰種就嚟想斷啊，好似把刀咁啊，睇到冇？呢把刀好幼係咪？但係佢始終有一定嘅柔軟度喺嗰度，唔會好脆。呢把都係，你睇到係有多少柔軟度？So 放呢度啊，so 其实真系一分钱一分货啊！你肯俾嗰个钱，咁你就会得到啲应得嘅嘢咯。咁再摆多落去就会更加大嘅年纪。呢只嘢都26岁，我今年都应该38，
咁佢應該我十二歲嘅時候買佢嘅咯，都係咁上下啦，大可能仲大啲添，中學學時候買嘅咯。OK， 咁今日傾住咁多，如果呢只 Linux Surface 同埋呢只 Webcam 可以嘅話咧，咁接落嚟我會有更多嘅 video 俾大家睇嘅。下拜再見，拜。